好，肉不饿了，我们吃个丸子，吃之前吃个果冻。怎么，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手，吃穿这个吧。我就知道，它就是一个球，一个红泥的球。尝一下，看看下面是什么。厉害，这夹心我最喜欢吃夹心了。我们每一个蛋糕都会分着吃完的，你们放心哈。所以我挑我喜欢吃的。来了个电话，继续吃，继续。哎呀，这块给别人吃，这块是最不好吃的，这个中间才好吃的。那种沙沙的感觉，好了，那就给别人吃，再给我点爱心哦。